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现在呢是奥克兰时间7点钟，然后交通呢已经非常非常的拥堵了。其实大部分时候呢，我都不需要这么早起床出门。今天是个例外的。因为呢，我爸妈呀、Cody 啊、Jasper 呢，他们都从国内回来了。所以呢，我现在就去接他们的路上。Hello， 大家，今天是回到奥克兰的第二天。昨天回来飞机上 ，Jasper 表现其实真的算挺不错的了。他就是吃睡中就从北半球回到了南半球。他感觉他还在飞机上还挺适应的，可能因为机舱的那个声音本来就是婴儿喜欢的那种声音，所以他睡得很好，然后反正就是睡饱了吃，然后吃饱了又睡。我感觉好像10个小时过得很快一样，他能好好睡我也就能好好睡。其实带婴儿上飞机，我在出发之前有上网就搜一搜有没有分享别人分享的心得啊，还有经验，其实跟平常出门差不多，但是就是东西要备好那样子咯。在我记得就是 Jasper 其实就是在上飞机前吃了一顿，在机场母婴室我喂他的，然后就上飞机。上飞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睡着了，但是起飞的时候空姐说要抱着他，然后在正常我们安全带上面再扣一个是给婴儿扣的安全带，然后我就抱着他就起飞。然后我还记得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都就是一手抱着他，另一手就是握着那个奶嘴，就以防他万一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马上给他吃。但是结果这个小朋友起飞降落的时候都在睡觉，他完全没有一点感觉，反正就是很平稳的就度过了。所以我就觉得就幸好没有出什么很难搞的状况。然后飞机上除了本来我就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起飞降落的就是这两个时间的时候他会不舒服，其他时候其实应该还好。所以既然他起飞降落都没有问题，其他时候就更没有问题了，他就表现得挺好的，所以这一点值得表扬他了。所以这第一次带婴儿上飞机，然后经过10个小时的这个行程算是挺顺利。回来之后就希望他的适应这边冬天生活，然后不会有什么时差的问题。但经过昨天一晚之后，觉得他好像也没什么时差的问题，就是可能刚好他本来作息就是每4个小时一轮吧，刚好现在接下来和中国的时差又是4个小时，所以就稍微调一调，好像它又正常运作了。讲运作好像它是一个机器一样，反正就希望它好好的吧。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给我们一个赞，然后订阅，记得订阅我们频道，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